穷不知所措，你可爱的动作单纯就我，我早已被你俘获。等到下个周末，载着各自单车去看属于两人的日落。当你说你也爱我的时候，我会傻笑着接受。点亮的夜空星火，照耀了单纯轮廓，听你唱着最喜欢的情歌。你说你不需要太多复杂生活，只要简单的承诺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饿死我了。是哪位少年让你茶不思饭不想的？是霸道的龙日一呢，还是温柔的金纯熙？喂，话这么多，快吃了。白允儿，白氏集团千金，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。龙日一这几天没来学校，就是跟他在一起。你看看你自己，拿什么跟人家比？首先龙日一和谁在一起和我没有关系。其次，优秀的人这么多，我才不会无聊到什么都要跟别人比。我就跟你直说了吧，以你现在的条件，只能被白允儿秒杀。如果你跟我联盟的话，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需要。张静美，你能不能搞清楚状况啊？我们现在应该放下内部矛盾，联手对抗外敌。冰冰，你多吃一点。给我加个鸡腿。韩志欢，你冰冰，你连撒泼都这么幼稚。冰冰，我们走。嗯。韩志和实在太过分了。哎，没事。啊？哇，那个就是白允儿啊，好漂亮啊！这家伙居然也会主动给女士开门。还不快过来给主人开门！哎，老大。张静美。云儿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张静美，我女朋友。你好，我是白允儿。你好。你衣服怎么了？是韩，没有，是我自己不小心弄脏的。没关系，可以遮住的。这样子就好了。谢谢你，允儿姐。静美，明天我有一个小型 party， 你一起来参加吧。明天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功课没有做完。放心吧，他能参加。谁让你替我做主了？你没有拒绝的资格。你允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好路过，就想给你一个惊喜嘛。怎么回事？她不是这条恶龙的女神吗？怎么这会儿又跟海一哥这么亲密？这条恶龙会不会炸裂啊？云儿姐，没事的话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冰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嗯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你松手，你拉着我很疼。你是因为允儿姐挽着海一哥，所以你生气了是吗？放学我去接你。
我不要。每次放学都要去你家做家教，我很累的。觉得累你就取消好了。我跟爷爷说，不让你做家教了，所以你这个借口不成立。你说取消就取消啊？不然呢？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愿吗？不能。明天我来接你，就这么定了。我。第三段的第二小节应该渐弱处理，第四小节的后两个拍子你弹错了副点，所以白云儿，你是有多久没练琴了呀？我还以为这里是我们享受练琴的美好回忆，没想到你比我的钢琴老师还要严格呢。好了，我错了。那你说你这阵子忙得没时间陪我，这是要怎么论呢？我最近这段时间确实也挺忙的，一边在弄论文的事情，另外一方面还要帮着学校去编写校史。怎么连这种忙你都帮啊？真是大材小用。老校长亲自邀请我，我也没有办法拒绝。这样，等我这段时间忙完了，一定好好的补偿你。怎么补偿啊？任凭发落。这笔账呢？我先记着。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对了，你最近跟小日还好吗？我一直都在努力，可是我感觉小日好像始终不想跨过这道坎。我知道你受的委屈我都知道，再给小日一些时间吧，他会解开心结的。但愿吧。对了，明天的 party 就是很好的机会啊，你找时间跟他好好聊聊吧。我不希望总是看到你为他的事而难过，好吗？好。韩一啊，我觉得小日这次交的女朋友看起来还不错。你笑什么？当然是替你认识了新的朋友感到开心啊。怎么不接电话？我妈了，我回去再给她回电话就好了。现在啊，可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甜蜜时间。还是先接电话吧，万一要是阿姨着急了就不好了。喂喂，允儿，怎么半天才接电话？你该不会是跟那个人在一起吧？没有了，我在外面。没有就好，相亲的事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这次你要是再爽约，我跟你爸可就颜面扫地了。我们这么做啊，都是为了你的将来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先挂了。喂喂，是不是让阿姨担心了？你打算就穿成这样去 party 吗？对啊。喂，斯蒂文，维勒货到了吗？好的，我挂了。来，你们先玩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哎，姑娘，早点回来，我们等你。好，嗯。还是这个地方比较适合我。静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允儿姐。小日呢？她应该还在宴会吧，我觉得里面太闷了，所以出来透透气。坐吧。嗯。我从来啊都没有看过小日对一个女孩动过心，但是我看她跟你相处的样子，我就知道
他是喜欢你的。才不是呢，他连整我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会喜欢我？小日啊，他只是比较不会表达他自己的内心而已，这可能跟他很早就失去妈妈有关。虽然龙叔叔和龙阿姨对他很好，但小日觉得他自己被抛弃了，所以把他自己封闭起来，拒绝接受新的家人。当然他也不愿意接受海姨，我很努力要缓和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，可是……雨儿姐，你别太着急了，我相信坚冰是会通过时间来融化的。静美，你可以和我一起助力他们破冰吗？嗯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静美。雨儿姐，海一哥知道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吗？其实，恋人之间何必计较这么多呢？给彼此充足的空间，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。因为啊，每个人都有不想要被触碰的地方。雨儿姐这么洒脱、豁达又自信，跟她一比，我这个假冒的淑女分分钟被秒得连渣都不剩。啊，对了，静美，你有没有什么愿望？虽然我一直读的是商学院，但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导演梦。真的吗？嗯，这个愿望太棒了。像我啊，什么愿望都没有，只想要去外面走一走。雨儿姐，你想去哪儿啊？兰溪山吧。小时候啊，我常常去兰溪山玩，这次回来我也想去走走，可是海姨太忙了，都没有时间陪我。我特别怀念兰溪山的风景呢。不然这样，我陪你一块去吧。真的吗？嗯。那这个周末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静美。那这就说定了。好，我们回酒店吧。嗯。姐，我这个月手机又没有流量了。哎，小气鬼，做了那么多都没有一口我吃的份儿。哼，想吃自己做。你不觉得你在这儿很碍事儿吗？不许偷吃。出去就出去。喂，谁啊？这是张静美的电话吗？对啊，我是她弟弟。哦，那方便让静美接一下电话吗？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了，我转告给她。那麻烦你替我跟静美说一声抱歉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跟她约好的登山计划只能改天了。哦，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告诉她。喂，姐夫，张静美呢？哦，姐夫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让我姐接电话。姐，姐，完了，我好像忘了通知她取消行程的事儿了。姐夫，我姐姐出门忘带手机了，不过她好像去找一个叫白允儿的女人。姐夫，你放心，我会时刻帮你盯着她的，绝对不会让她跟其他男人接触。喂，喂，龙少爷，雨儿呢？小姐在房间。看见张静美没有？家里没有别的客人。雨儿，这么烫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怎么照顾？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。小姐说她头疼。真是服了你们了。
小日，你说你找这个男朋友有什么用？每次关键时刻他都不在。他忙吗？忙也不能这样啊！我不知道，除了你还有什么是比你更重要的？那个小日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？我去找静美了，她弟弟跟我说她来找你了，可是我打你电话你又没接，所以我直接冲到你家了。我市发出暴雨预警，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00毫米以上，在兰溪山附近发生了山体滑坡的现象，山体滑坡导致了半山腰的多处临时建筑坍塌。报警中心在接到命令之后，兰溪山还好今天的登山计划取消了，那不然受难的就是我和静美了。静美回家了吗？怎么了？静美没回去吗？她该不会是去赴约了吧？请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。哎，前方坍塌，你不能进去。哎，不行，前方已经塌了，你不能去啊！哎，拦住他，拦住他！哎，你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！前方已塌方，不能进啊！看到这个人了吗？我们也不清楚。快快走！好吧，尊贵的主人龙日一，卑微的仆人张静美。干嘛那么色眯眯的看着我？喂，你干嘛？静美，静美，别想多了。哦，静美，静美，这是张静美，我女朋友。从现在起，做我的女人。出来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，张新梅。我是傻瓜，养坏鲜花，一个人烂在我家。受伤张新梅，等多久不怕，多少天多少年要幸福。
条恶龙今天是怎么了？他是在担心我吗？不可能，霸王龙怎么可能关心我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可是，我怎么就让他亲了？你怎么搞的？初吻居然被霸王龙夺走了！你喜欢的明明是金晨曦这样的男神，要是让他知道我和龙人一接吻，以后要怎么面对他？啊！都怪你，死龙、成龙、霸王龙！反正都已经发生了，而且感觉还不坏，对吗？嗯，对。而且她是你女朋友，她很愿意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她被你的帅气征服了。Bingo！喂，小日啊，我在跑步，你骚扰起人来也分个时候好吗？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，不要跟张静美背着我私会，否则就是跟我作对。我跟静美见面，你管不着吧？对，我是无权干涉，张静美不行，她是我龙日一的女人。那是你一厢情愿的好吗？接吻也算一厢情愿吗？什么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？我还以为他告诉你了。看来你们也没有想象那么好嘛。那我就放心了，睡个好觉啊。呀！不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金美，刚才小日给我打电话了。你别听他胡说，这都是误会，是意外，你们不是故意，不是亲。你能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谢谢你。喂，金晨曦，你还在吗？金美，等我回国，我们约会吧。嗯，我很快就回去了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他约我了，他约我了，他又约我了，他约我了。张静美，记清楚，那个吻只是一个误会，你不要瞎想。你的男神是金春熙啊。